找到备用电源了。我知道了，钱的话再去接那几个老主顾的单子就行，他们都排着队等，给的酬金也慷慨。也可以。没办法，确实买不了。你这个大单子的报酬还没收到，所以手上暂时没钱。存钱对我来说没有意义，随时可能会死，我只在快没钱时才去接单。反正下手利落，客户抢着要我，随便接个大单赚的钱就够躺大半年。
放心，家里还有些泡面，板块打折的时候顺手买的，你饿了拿去垫垫。泡面会过期吗？
其二。你的呼吸暴露。是你，你这离门远点。喜欢和我一起吗？我的韵脚里没有失败这两个字。整理着装，准备出发。希望这次的对手能做些激烈的反抗。
Drop the beat。还没结束呢。结束了。这里我来收拾，你回去吧。路上有些耽搁，回来晚了。那就好，你做的那个很好吃，凉了可惜。